一深一浅就表示，可疑怀孕，就是怀孕的可能性大。这个时候为什么一深一浅呢？就说明体内的HCG 的水平不是那么特别高，但是它又大于正常范围了，所以就是查尿的时候可能是显示，一深一浅，就是可疑怀孕。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个血 HCG 的检查，更加准确，不一定是晨尿，但是现在是晨尿是最好，因为晨尿它是浓缩尿，浓缩尿它就是 HCG 的浓度会高一些，就更容易检测到阳性啊这样。一般咱们月经如果评出月经正常的话，推迟1个礼拜的时候就可以去查了，查尿 HCG，就是或者查血 HCG。这两种可以化验。